卖插别人安怎讲，讲我想要讲的话。青少年关注社会议题，却没有足够的发声管道。公共电视台制播的《青春发言人》就特别以国高中生的视角来深入探讨跟青少年相关的各种议题，也积极从新媒体管道来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在台湾做儿少节目的资源真的蛮少的，然后也有点辛苦，因为我们节目除了在电视的平台播出外，就也非常努力，就希望能够在 YouTube、IG 甚至脸书上，就是也能够找到更多青少年观众。那我觉得这个尝试对我们来说是蛮新的尝试，所以做起来特别辛苦，所以能够得奖会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也被鼓励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我们节目会大量的去拍青少年，就是我们访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以国中生高中生为主角。那我觉得因为讲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不会像可能在 YouTube 或电视上他看到的都是成人，他可以看到他跟他同年龄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的故事是什么。那在 YouTube 就是我们也很努力去，就是我们可能我们要找一些名人或者是艺人明星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去找他们现在在看的 YouTuber， 就是不会是去找电视上的歌手或什么的，我们会很努力去找他们现在喜欢的 YouTuber 啊，那才是他们生活最常接近的嘛。对，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是更希望有更多人来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当越来越多人或是媒体，就是或是电视台，然后或是甚至 YouTube 的网络的平台 OTT， 大家愿意更投注资源在儿少节目上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引发一个好的循环，就是有越多的资源就会有越多的人才投入，那就会创造出越好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儿少节目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也非常希望未来真的能够我们做的节目能够让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都非常愿意收看，因为可能就是真的是为他们而做的节目这样子。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五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同时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五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